次我跟各位介绍过这个中小区网络大学校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啦。它上面呢比较是属于一般性的课程比较多啊。那职业训练大学校当然就跟各位的高级课程会比较有相关啊。比如说您看这左手边这里啊，你看这里的课程展览，你可以从这个进来或从左手边进来都没有关系。有没有？这边有很多，哎，你们商管类的这些是不是跟各位比较有相关？好，那资讯服务类当然这里也有，还有一部分。所以你从这边，如果万一你觉得你走错了，你就是想要做家事的，有没有？想要做个好太太、好看秀的，会看的，来家我挂保姆啦，好不好？先把尾道啦。然后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课程，那这个是跟职业训练比较有关的，所以你可以像大家去一样注册申请，好、啊。但是这个课程呢，它就可以用 Google 的或火狐的，大家到时候用去看。我们上次那个叫什么？中小区网络大学，它比较没办法，它就是那个课程它的限制哈，就是你用 IE 看它比较正常，那在这边你就比较多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的，我就来这边看看，比如说，我先让我的登录一下哈。你先登录之后呢，那它其实都一段时间就会有哈，都会有新的，比如说你看这里有彩妆的啊，有些人对这个有兴趣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彩妆的啊，那你就可以点进去试看看啊。美丽不 NG 是吧？半个小时而已哦，啊，好，开始上课。你看左手边你还可以跳课程啊，这个我听过了，我就直接跳下面，有没有？就不用，然后人家说上课一定要从头上到尾的，挑你有兴趣的就好啦。跟我现在录影一样嘛，我就针对我们哪个主题我就录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比如说你想要看一下这个二楼的。二楼应该都知道嘛，哈。为什么房子上模特的脸蛋，每一个都？对吧？反正那么多有趣的课程，其实你都可以去看一看，又不用钱，只要你愿意花时间，好，都可以学到一些不错的。好，所以你透过这些方式，它一段时间也都一样会有。啊，如果你属于新住民，那你管嘛，对吧？啊，它是医疗料，就是对吧？劳力输出，比如说到，去当外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看新住民了哈，开玩笑了哈，就只是一些不错的。那你也可以从左手边的去分类，好，看跟各位，比如说跟你比较相关的，你看这个是资讯类的，好，看你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，西底，东西免费的，好，那因为这个以职业训练网络大学来讲都是。跟高级课程比较相关，好，高级课程比较相关，所以可能各位你会发现比较多熟悉的那种感觉。